来到我们的 Coco Momo Review Channel， 又是我们。Of course，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要要 subscribe、like 还有 share。对，嗯、然后 OK OK， 因为现在 Malaysia 很流行这一些进口的小零食，然后很多嘞是我们没有试过的，我就随便去了一间这些。Mart 的店啊，这种中国风的店啊、嗯、韩国风的店啊、日本风的店，我就随便抓了今天的这三样东西、嗯、给你来试看， which 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啦，觉得啦，我觉得啦，所以我们今天 try 一下 whether 它是不是这样好吃。这是 Yam Chip， 对， but 它不是 Yam， 它是叫山药薄片，它不是、嗯、什么 Yam 腿芋头，它不是芋头，它不是芋头，它是山药，山药是我们可以拿来煲汤的，煲汤的，就是很像来你，好像 hot pot 的时候也是有其中一个鱼里面，对不对？来你吃下去的时候，它是有差不多，有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啦。OK， 所以，所以 actually 呢，我们这里有三个口味。OK， 一个是原味的川辣味，还有我的是酱香味。酱香味的东西哦，它就是那种五六块什么这样子，可是这一个只是两块多，两块，要开心了。你看一下 ，Oh my god！ 一个枣 ，OK 啦，它就很像。你要我讲一口就可以吃完是吗 ？No， 我那个味道我不能。好像是好吃的，好吃的。它很像大包，很像那种 potato chips 开下来才有那几片包。那我打开看一下。哦，它很像那个有一个零食有那个鸡的，哦，鸡跟鸡的。哦 ，OK 啦，拿出来是蛮多的蛮多、啊、，But actually 我打开的时候我是看到上面空的，然后它只是这样子罢了。好看啊，我觉得好看啊。OK 啦，零食都是这样的咯。都是要好吃才可以健康过活的多久？是呢，我觉得它味精很多哎 ，like 它上面很多那种粉粉的，然后它其实是很有味道、很 flavorful 的一个，但它就很像我们 normal 的那个鸡的那个 chicken flavor 的零食哦。对，它的原味是很像我们吃的那个 double decker 的鸡的 flavor 的。我是觉得我不会再买啦，吃爽就够了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越吃越好吃哦。你会馋，就是来你越吃，然后你会情不自禁的一直想要吃、欸、因为要带一点咸。OK， 那我们现在 try 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口味，小猪与白胡椒，好吃。酱香味。其实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酱香味，我就买了之后 sauce 味 ，BBQ sauce， 我有可应该有可能 BBQ sauce 味，但因为它华语知道啊，所以酱香味，我觉得好，我觉得单要好吃啊。OK 啦，它就是来勾推，吃的醋是山药吗？哎，可是嗅的时候会，你吃了过后哦，你不要赶快吞下去，你就用你的舌头哦去跟它那个食物摩擦一下哦，你可以 feel 到有一点点的黏黏，有吗？我，有吗？我等下试看。可是我觉得会，它给我感觉是越吃越好吃的，我觉得越吃越上瘾。如果你们已经 boring 了，是。Mr. Potato, Potato Chips, Twisties, Spring, 你们可以 try 一次这个。哇，这个带甜，这个很甜耶，这个 compared to original 的话，像我会 prefer original 多一点。因为那个 original 一月份，啊，就是全新口味。就是说，其实除了这三个口味，他们还有其他的口味。还有番茄，有紫菜。可是这个 original 也是写全新口味。升级版吗？嗯，我们几乐都有去，都有不一样的口味。OK， 那 next，
可是我跟你讲，你每一打开一次，它就有那个味道。Yeah, 它的味道很浓一下。那个，哇，这个有鸡味耶，这个特别的味道，酸辣味。这是无辣不欢的吗？这个是川辣味。嗯，有没有辣吗？没有那个 ghost pepper 的辣。哦，这个辣耶，这个后面。呀，它辣到比较靠近我的喉咙那边。旁边。嗯。Okay. 山药脆片。我讲真的，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吃山药薄片，就是山药的这个，我们都是山药做出来的。零食，对 ，normally 都是吃很 common 的 potato chips， right？ Yeah，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 try 这个山药薄片的 review 就到这边，所以喜欢我们的话，请 like、subscribe 还有 share 我们的这个 video channel。Shout out， bye。